说好的，你的男朋友呢？哎呀，爸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就知道你在骗我，凭你那三脸猫的恋爱功，你连网恋都骗不到男人。不，你呀，给我准时去相亲。今天晚上七点，明天晚上七点，后天晚上还是七点。这一周啊，我都已经把你的相亲给安排好了。准时赴宴，别再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，否则的话，我把你这个小破公司给吞并掉。爸。沈秘书，小秦总，我工作没有过失，你无权开除我。如果你执意的话，跟我结婚吧，沈秘书。对不起，是我糖醋。好了，合约生效。